您可以知什么是尿毒症的早期症状？像病尿毒症本来不是作症，就是因为采取错误的治疗方案，积载的药物反复加重，最终危及生命，所以被人们统称作症。一直错进入误区的病患及家人，愈危愈重，愈危愈强。其实生病尿毒症的误区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肾脏特殊堆积及肾脏受损的十大信号如下：第一，尿频、尿急、尿疼及腰疼；第二，尿急或尿少、经常起咩、直咩尿急；第三，小便有排物，这就是当白尿；第四，排尿不停，小便里面有沙石；第五，直咩渣、眼黏或面外水症，而致浦症；第六，嘴有难闻的气味，就是硬气味；第七，脑子血入高，头疼、头晕、眼花；第八，力眼可见的发现血尿，尿色转浅；第九，恶心呕吐、滑落、卡软；第十，皮肤瘙痒、足弓疼。大家朋友一定要记得，健康的身体不生病，生病的身体不快乐。最后强调，小病和肾脏病关系密切，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多观察一下尿路的状况，而且早期发现肾病，其治疗的效果明显，这就比等到后来肾病严重发展成肾衰竭的时候再来去维持药效的几百倍。特别是怕有尿路结石阻隔，仿佛尿路感染的动脉血管，在尿酸背底的流泥囊等等，都是较为难控。另外，平时也应该多多的观察尿液，一旦出现赤黄臭味的话，就说明身体已经极度的缺水，除了多多喝水，最好还是去看下卫生，因为正常的尿液是大黄透明的。一路要爱在地植草草本生物，能够保护人的肾脏健康。咪在养狗，因为肾病尿毒症的误区，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所幸的是，自然界有三种有助利尿抗炎、清理尿路及肾脏的天然草药，帮助改善问题。这三种草药就是洛神花，圣人发现洛神花有利尿作用，将伊甲利尿治病用，效果明显上升。洛神花也有助抗焦虑、镇定，甲抑制大肠杆菌或口腔细菌，还可保护肝脏，改善胰岛素阻抗甲肾脏问题等。此外，洛神花提取末能助清除脂肪，并抑制脂肪的产生、累积甲其细胞分化，可调节脂肪生成及排泄，并且有助减肥。多动药效应症，洛神花一会养气、顺肝、清脾，可活络气血循环。同时对暑夏燥热世界虚火上升、创新疲乏，皆具有改善作用，也有生津止渴的效果。生地牛秋草帮助清理尿路，锐提肾功能。牛秋草也叫上帝或柔滑帝，由于吃了会排尿变清及无味，中药称之为童子帝。中国东威研究院专家认证，牛秋帝改善甲膀胱湿热的问题，例如在尿酸、肾及泌尿感染的问题，效果又美又好，有变吸附并清洗肾脏在尿酸。尿道污垢特殊，清理尿路，锐提肾功能。太微弱点等黑影记载，肾低各强症补肾，利尿排浊，清热改得抗菌的功效，别列到太难防卫肾低。吹血白兰，别名黑面将军花石草，马来西亚大学
到1999年开始研究催血马兰的抗癌功效。经过四年的努力，发现催血马兰到遏制肝癌和乳癌发挥不俗的成效，有也改善泌尿系统结石的问题，辅助调节血糖。更往六星加兰提取六星花、鸟巢草和催血马兰精华，高度保留和浓缩其天然活性成分，经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聪明辅助利尿抗炎，促进代谢和排得每晚。所以建议平时无事也可以使用更往六星加兰帮助清理尿路，预防泌尿感染的问题。更往六星加兰60粒加20粒免费，超价性比48元，到新加坡各大东西药材店更有促销。送门电话6562-5526，6562-5526。